跟这儿上去转一下，你看咱们那几个中国大妈在那儿，在那儿摆造型拍照啊，看着吗？大家看，那几个中国大妈跑到这儿去，哎呀，他们一共八个人，组了个团，结伴的来这儿，搞笑。我看他们拍了一路，走到哪儿拍的呢？我刚刚在超市还拍照的，搞笑！我操，在超市里拍照，跟那货架拍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，搞笑。跟我一样，你看我这在超市我也拍，我拍价格，他们是跟那个产品合影。哎，我应该把里外的衣服都换一下。对，上去找他们去，看看他们。哎呀，听这动静还不像中国大妈动静。哎，可能我听错了，看错了，错怪人家。啊，这不是中国的，错怪人家。不是中国大妈，是几个小孩儿。哎呀，错怪人家。挺像，因为他那个穿的衣服那色儿跟那刚才那个大妈是一样的。我听口音他们是应该是福建那边的，我听得像广东福建，确切说应该是福建那边，不太像广东话。哇哦，这个风景绝了吧！天哪，大家看那边，哎呀，这景色，刚才我问咱们中国人，问咱们中国那个抱团那个，他说你确定他们是5000人民币嘛，去南极10天。啊，我也打，我现在也开始打迷糊了。因为我问这儿最便宜也是3000。他这个他是美金吧。哎呀，我这5000人民币可太便宜了。1000一个。也几百美金也就是。南极我不着急，我有的是时间。智利我起码得还得来好几趟，智利适合我们一家子一块儿来。哇，这个景色多美啊！哎，那边是彩虹，大家看着吧。
su madre.这边的风景多棒，他们这年轻人干嘛呢？在这儿这个属于它这儿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，这雨说下就下，说走就走。夏天呢，你看这现在就是它的夏天，秋天吧应该算是，也不热，冬天呢也冷不到哪儿去。哎呀，真是啊！既然那中国人，问问他应该是。这个座位真美，能不能坐公交车上去？上那坡上坐着。哇，这水真清澈。
小镇的天气真够冷的哈、啊。但我看了一下，现在是这个时候，现在是4-5度左右吧。我觉得体感可能比4-5度还要低一点点吧。Supermarket 就是。